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常常都有人来问，你为什么不信仰别的宗教？为什么不从事其他的行业？其实这些都跟缘分有关。那中间自己的意志能不能主宰呢？还是可以的。万法从缘起，缘由愿生。佛法大义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而这因缘呢，是由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愿力所产生。那比如说，我想跟你做好朋友，我就一直招呼你，送你东西，一直跟你示好，我们成为好朋友的几率就相当高了。所以自己还是可以有自由意志去主宰的。那无论做什么行业，都想得到幸福快乐，没有人想要有痛苦忧愁了。那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呢，必须知道我们这世界有它的因缘果报在后面做主宰、做操纵，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因缘的法则。比如说今天大家有前因，过去也许是过去生，也许是今生的过去，几个月以前、几年以前就有前因，大家现在就有这个缘分聚在一起。那所谓聚即必散，聚在一起，等一下时间到，我们又会各奔东西了，这就是因缘法。那我讲这个是干什么呢？想得到快乐，想解脱痛苦，他必须去了解这些因缘法则。不是说我想要快乐就有快乐，我想要痛苦就有痛苦。但是呢，很多人会规避这一块的话题了。大家看我的服装很宗教，这个就是佛教的金刚圣的服装，藏传佛教。那佛教传到这个中华大地呢，就演成这个汉传佛教。那传到这个藏地呢，就是藏传佛教。那我们一般称为金刚圣。那金刚圣近代有一位高僧，老人家已经圆寂了，就是卡罗仁波切。这位卡罗仁波切呢，他住世的时候是一位禅定大师。他在温哥华弘法的时候，他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他感慨很深。多年以后，他做很多佛法的教学，也常常提起。什么例子呢？就是温哥华有一位老菩萨，一位老太太，听到卡罗仁波切在开示讲这个佛法的时候那真的是心花怒放，非常的赞叹。仁波切在台上讲，他在台下就拼命点头，挤出满脸的笑容，非常的认同。但是仁波切他只要讲到因果业报，这些甚至是这些因果业报的实证的时候呢，这些话题都很严肃。对他来讲一个年龄趋向死亡的人可能是很惊悚的事情了。所以他每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了。变了以后呢，有一次在卡罗仁波切开示结束了以后，他就上去跟他说：“仁波切，仁波切，你讲得非常好，100分。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啊？”仁波切说：“什么事情啊？”你每次讲到这个发菩提心我们要用慈悲心去爱护众生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心里可以安定、可以快乐、可以清净、光明，我都觉得好棒可是你每次讲到轮回过患、因果业报我们不能杀生这个做好事会上天堂，做坏事会下地狱等等的，有什么报应，我都觉得好可怕。拜托你下一节我还想来，你不要讲这个好不好？”
哦，那卡尔摩切说，我尽量啊，但是这是佛法的真相。我们这佛法有三藏，哦，十二部，九圣圣身的法典，它都离不开因果。这三藏十二部九正法典在讲这宇宙人生的真理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理真相就是从因缘果报之中而生的。他说我尽量不要讲这个了，那结果呢，但是呢第二次开示这老太太又来，前半段这又是听得心花怒放，非常捧场啊。结果话锋一转，这个卡罗仁波切必须讲到这些因果业报的实证。为什么呢？这些实证说明真理，它离不开我们生活的食衣住行各个的环节，各个的层面，它必须讲这些实证来契入人心，铭记佛法。所以他话锋一转，老人家慈悲心，他眼睛就瞄向那位老菩萨，意思说抱歉了，我又要讲了。那一讲的时候，老太太啊，手捂着耳朵就走出去了。他害怕面对这些因果业报的痛苦啊。手捂着耳朵会解决事情吗？肯定是没办法的。所以卡罗仁波切多年来都很遗憾，众生都想得到快乐幸福，都很害怕痛苦，很不幸忧愁，但是呢，乐有乐因呢，苦有苦因呢，怎么去具足乐与乐因呢？怎么去脱离苦与苦因呢？这个是佛法一直在阐述的。